你好，我是犀牛。封城以来，大家都快被新冠疫情给折磨疯了。现在呢，有一个好消息，根据 NaCity 的报道，安省隐藏旅游项目——加拿大亚马逊可以在线预定了。对丛林漂流感兴趣的,的朋友，可以去感受一下，你划过一小片亚马逊森林，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。这段旅程大约会持续四个小时。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葡萄、佛吉尼亚爬山虎和威珍波尔曼藤覆盖的树林丛。你还可以看到四十多种鸟类和野生动物，比如秃鹰、海狸和白尾鹿。一共九公里长的总长度，非常适合新手的皮划艇爱好者。如果你快被闷死了，想要在附近感受一条充满异国情调的河流，那么加拿大亚马逊也许就是你的好选择。 价格呢是成人九十，十二到十七岁的年轻人是八十。时间从即日起到感恩节周末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快去 Google 或者百度 Big Creek 皮划艇之旅吧。